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曾以为曾经付出曾被爱伤害过，原来世界怎么变，有好的心不算。别问我是谁，请和我面对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是宝丽金五十周年线上听歌会。 Hello Linda、Hello, 看到了看到了，谢谢你今天晚上留给我们，跟我们马来西亚的歌迷朋友可以空中聚一聚。这个手势没有想到竟然引起那么大的一个回响，就是先把手放出来，然后它主要是先是这样，然后你就反一下，别问，这样反一下。然后最难的地方，我想大家是觉得做一个兜圈的手势，兜个圈就把它收回来。我在原唱者的面前唱他的歌，还好我唱完了你才跟我说，不然你更紧张。对，我作为一个歌手，我有一些歌在大家的心里面留下很深的印象，或者是让你们起到一些共鸣，我已经非常感动而且感谢。然后我也很希望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很享受，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怀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是我的第一张国语唱片，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，这首歌真的已经成为一个算是经典吧。其实 Linda 也不常来马来西亚哦。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，我想这两年我应该都还有很多机会来马来西亚，比如说在云顶那边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登台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也很喜欢马来西亚，我有很多很喜欢吃的马来西亚的一些小吃。今天我们就很难得了，除了有马来西亚的歌迷朋友之外呢，来自新加坡的歌迷也在线上哦。WinChat 啊，他就说哇好棒哦，然后要我唱歌、啊、希望对这我不敢要求哎。好，那我清唱好不好？好。别问我是谁，请与我相恋，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，但我的心更容易破碎。太好听了吧。我们特别有挑选了这个你的铁粉，让他有机会跟你直接的对对话。你好。你好。Hello。期待你再次的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。我们一定会抽空出席你的演唱会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也很开心今晚上宝丽金的五十周年邀请到我可以在线听到你的演唱。谢谢你，很开心。好感动， 我也很感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所以凡是 Linda 的活动你都一定会出席就是了，是不是？肯定会。呀、yeah, 谢谢。谢谢你的承诺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很多人说会永远支持 Linda， 然后Linda 什么时候会再发专辑呢？ Robin Teo 的问题。实体专辑可能现这几年大概都不太是 practical 的事情。可是我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一直都有一些单曲在网上有推出来。未来呢，其实我还有一些广东歌的作品会翻唱，陆陆续续都还会在网上推出。如果你们会注意我的一些比如说我的 Facebook 啊，或我的 Instagram 的话，可能在那边我都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推出。我在镜头上看到 Linda， 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我好羡慕你，你还是长得这么漂亮，这么的好看，就是保养得非常好，这个是我现在也要学习的。那请 Linda 分享一下你的保养秘诀吧。其实人怎么会不老，大家都会老，我们都会老的。可是我想我一个人的心境很重要然后你说我的生活，我觉得这几年来瑜伽可能真的对我起了一些很好的作用，就是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任何的运动，比如说气功、跑步、去健身房，什么都好这些东西
身体上的练习是可以帮到心灵的。我想说还有点想哭，你这样一讲我感觉的确是这些情况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很困难的、可是大家要有信心，大家加油，要乐观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要保重哦，谢谢你，拜拜，大家保重，谢谢，拜拜。